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那个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念 Teaching World Language 研究所准备要毕业的谚语，然后我们今天也是聊了很多，分享他在学校这个过程中，他也快要毕业，所以这个求学过程中1年半，然后有什么样的学习经验这样。那我们今天聊什么？哦，我们今天聊说，当初为什么选择在美国念，而不是在台湾念这个硕士？然后我学到了什么？然后我值得一提的课或是经验？然后当 TA 当 Teaching Assistant 这个职位学到什么？好，没错。那就欢迎听我们今天的 podcast。好，今天我们这个 podcast 其实是来到第二季了，就是第一季就是上一个学期，然后也很高兴，我们每一年都有学生毕业，或者是有我认识的朋友毕业。那我们今天请的讲者就是来自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研究所毕业的，接下来要准备空降美国华语老师的谚语。Hello，大家好，我叫叶雨。对，那我跟谚语怎么认识的？就是我之前去参加那个研讨会，我就去拜访我朋友，然后刚好他们新生欢迎会，然后就谚语那时候是新生，所以其实也是，2018吗？2019，去年，对，2019。2019年，对啊，然后那时候谚语刚来，然后就。现在谚语要毕业了，所以时间过得很快。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大家都很有这个在学校很有进展。那谚语要不要说说你是攻读什么学位？好，我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攻读的学位叫做 Teaching World Languages，那其实就是语言教学，只是因为我 focus 在 Chinese teaching，就是华语教学。那因为华语教学在我们学校还不够大到说可以自成一个研究所，像比如说，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所。那我的就是隶属在 Teaching World Languages 世界语言教学这个科系，这个研究所。我的 department 叫做 Modern and Classical Languages, Literature and Culture，就是现代及古典语言文学及文化学系。然后我的在这个之下的一个研究所 program 叫做 Teaching World Languages，所以 Teaching World Language 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包含在这个里面了。也不是，就是比如像我刚刚说的那些欧洲比较在美国这边比较热门的语言，他们就有自己的，比如说 German Studies 或是 French Studies。那因为我没有要，就是因为我是想要 focus 在学习怎么教中文嘛，那没有 Chinese Studies 有 undergraduates 就是大学，但是没有 graduate 没有研究所，所以我就是选择这个。你是，所以你现在念到现在也是差不多，我想2019秋季开始，对不对？然后到现在，所以你这个 program 是需要，通常需要2年完成。应该是说，我是因为我参加的是一个奖学金的计划。那这个奖学金的计划，它的规定就是我要在读2年的期间，顺便担任2年的教学助教，就是顺便在该校教2年的中文。所以其实如果我没有参加这个奖学金的话，这个 program 的课程应该是1年到1年半就可以修完。然后你们需要写论文吗？我们不需要写论文，我们是用一个口试。懂。那这样我知道，就是可以1年或1年半原因。那你当初就是，为什么会决定说来美国念这个？然后不是在你台在台湾的时候，你大学是念一样的类似的科系吗？
不是，我大学读的是理工科系，但是，对，我读大一大二之后就不是太感兴趣，然后开始思索说，那我到底对什么感兴趣？然后我就去接触我们学校的华语学程。华语学程就是教你怎么教外国人中文，就是对外华语教学这样子。所以就是从那时候接触华语学程之后，我就立志要在国外教中文。然后所以之后是某一天突然看到这个奖学金叫做 Alex，Alex。看到 Alex 奖学金的广告，然后这个奖学金就是标榜可以让你一边读自己想要的学位，然后一边在该校担任中文老师。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机会，一方面可以，因为我原本不是华语教学相关的科系毕业的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是一方面可以让我得到一个语言教学相关学位，然后一方面又可以让我在美国大学累积教学经验。感觉是不是就是如果要来美国教华语的话，应该也是在这边有个学位会比较好找工作。也不一定要在美国有个学位，但是有美国的学位，就是我们会有 F1 学生签证。那 F1 学生签证之后会有一年的 OPT 的工作签证，就是直接也，所以这个是优势。那如果你是台湾的华语教学相关研究所毕业，你也可以透过台湾的教育部外派，找到世界各地的教学工作。了解。等于说你来念，就是当然就是有，因为有这个签证啦，然后二来就是你其实也可以体验一下外国的上课生活这样子。对。也是不错的经验。那你像你在修课的过程中啊，就是你在美国这边，然后你有觉得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课程吗？或者是事情这样子？我觉得值得一提的课就是，因为我学的是 teaching languages，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在学哦，有哪些现代语言的教学理论啊，什么，就一些教学方法等等，然后针对儿童，针对 K-12，就是大学以下的学生要怎么教，然后大学以上，然后成人要怎么教，所以就是很多课程是 focus 在教学方法，可是有一堂课它是叫做 culture 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叫文化认知与第二语言。对，它就只是一些名词，然后可是这堂课是带我们去思考学习是如何产生的，如何发生的，就是我们要教，可是我们知道学生是如何学习的吗？所以他就是带我们去看说，其实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什么样的外在因素会影响到他学习？是家庭父母亲的教育背景，还是他所在的社区，还是他的家人有没有给他在学业方面的陪伴与支持等等的，就是考量到很多，不是只有学生自己的个人因素，来影响学生学习。然后还有就是在教室中，除了师生互动之外，生生互动，学生跟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啊，互动是不是也可以促进或是影响他们的学习？然后我觉得这堂课是让我从不同的观点去看待教学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值得一所以提。这本课就感觉就是说，可能可以让你有一些经验，就是说，如果有些学生没有那么有学习动机的话，可能你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刺激他的学习的兴趣，这样吗？那你觉得你就是你实际上就是在你课堂中就是有我知道你有在教课，然后你觉得你有把这个学习的东西，然后有成功就是刺激学生那个。
让他们有兴趣学习这样吗？还是请青年生都是很有学习的意愿？我觉得多多少少我会，就是在我学到一些有关学习或是教学的理论之后，我会知道说哦，在我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原来是因为这些原因哦，这个可以比较可以去就是融合，或者是比较可以去理解我的学生，然后对，然后可能在改进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一边学习怎么教，然后也一边在教的这样子是一个还蛮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很棒的一件事情。对啊，这样还蛮好，就是等于说你学的东西可能你在实际上你也可以用出去这样子。对。那像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知道那个谚语有在当 TA， 那你在 TA 期间就是整个过程中，因为你下学期也是继续当 TA 嘛，然后那我们可能可以讲讲，就是到目前为止啦，目前为止你可能觉得 TA 这个应该算工作啦，我觉得 TA 算工作，然后你觉得你有学到什么吗？或者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你怎么解决，然后得什么收获这样子？我觉得当 TA 我学到很多，就是比如说如何当一个跟学生年纪相近的老师，就一开始我也会很挫。你觉得你的年纪跟学生差很远吗？不是啊，是觉得我年纪跟学生差很近啊。哦，很近，然后你，但是你没有教学经验，所以那个什么，透过，对，我没有教他们这个年纪的大学生的经验，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说，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格啊什么的，就是不够自信。然后，但是就是渐渐的学习，然后找到自己的风格。就我原本以为哦，当老师就是要很有威严。可是其实大学生的老师，他们其实都已经是成人了，他们都很自己的 behave 自己，所以其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用威严去压他们，或者是去或者是对，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让他喜欢我们这个人，喜欢我们的个性，然后他就会让他喜欢这个课程内容。懂。对，所以就是渐渐找到我自己的风格。然后还有学到就是如何从零开始设计一门课啊，然后把学到语言教学论应用在真正的教学上面。那这样子，就虽然你有学到蛮多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碰壁吗？碰壁的地方？有一次就是有，就是上学期有一门课，然后我遇到偶尔不回信，然后搞消失的学生，就是他上课就是消失不来，然后也不先说，然后之后我自己去问他说：“哎，你还好吗？最近就是我表达关心，而不是直接说你怎么没来上课。”然后我表达关心之后，他还是不回信，就他就直接已读不回这样子。对，或是根本不读不回，因为大学生好像比较不常 check 学校的那个地方。对，然后我还有遇到一个有心理疾病的学生，就是他那时候刚开学的时候，他就说最近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就是自杀，所以他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什么的。可是他整个学期就一直以心理健康为由缺课啊，然后迟交作业等等，然后之后就是之后我还就是适时的表达关心，因为我也不可能一直问他说，哎，你去看医生了没？你要给我医生证，所以我不想要逼他，就不要再给他压力这样子。对对对，但是他还是要关心这样。对对对，我就还是关心他，然后还提供他额外的 office hour 时间。可是学期结束之后，他还来跟我要分数，那时候我就很挣扎。然后最后我是给他通融缴交期限，就让他比其他人可以晚交。Okay.
所以他最后还是有 B。OK， 所以他是可能作业都不交，但是最后还是跟你来那个要成绩那种。对，作业没有交，然后我就已经，因为不可能到我交成绩前一天你才在那边交嘛，但是他就真的是那样，还蛮挣扎的，就想说我到底要因为他有心理疾病而通融他。哦，对啊，你可能就是因为你会想要就是比较公平一点啊，就是让学生都是他有争取自己的成绩，然后我们可能不要那么严格，那是合理的这样子。对啊，对啊，这个我倒是觉得跟学生的应对吧，算是当 TA 当中会蛮有体悟的一个部分。好，感同身受，因为其实我也当了一个学期的 TA， 我有遇到你这种，就是，可是我还是会遇到那种，就怎么样都是因为你怎么样都会写信跟他说啊，那个请那个记得上传你的作业哦，然后最后可能你是没有上传，这种就真的救不了他了。对，所以像这样的话，你觉得啊？你觉得就是当 TA， 整体而言，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优缺点，还是大概都是优点？优缺点，我觉得优点就是当 TA 的收获，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赚到一个教学经验，然后规划课程的经验，然后如何在大学教一门课，然后如何与其他老师情谊合作，还有坚定自己的备课能力，还有教课的台风等等的，就是最后都会，就如果我们是想要继续在大学或是高中以上的那个 college 或是 university 继续教的话，这都是我们很大的养分。所以你们这个 program 出来，其实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们是有学说教各个年龄层的学生，等于说你们出来是可以从就是 K 就从那个可能幼稚园开始一直教到高中吗？还是大学也算嘛？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那个很广这样子。对。那你会需要在你修课的过程中，或者是像你目前是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说，那你可能要教哪个年龄层？有，我目前比较希望可以教的是高中以上，就是college 或是 university。OK， 高中以上就是说可能高中的话你也不一定有兴趣，你比较有兴趣的是大学生。对。哦。第一顺位是大学生，然后接下来是高中。那你这样子就是像你这样选择说你有兴趣的是，你觉得你是取决于什么？你比较喜欢跟年龄层比较相近的人，就是教他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说比较可以，因为年龄层比较接近，所以可能可以比较理解你这样吗？不是，是因为我在台湾也教过儿童，我在台湾是教过、okay. 是教儿童美语，所以我那时候教的是大概七岁，也就是刚升上小学生的年纪，然后在我教过小学生跟大学生跟。我自己家人也是小学老师，就是在我综合比较之下，我觉得教大学生比较真的有在教，因为教小孩很多时候都变成是管秩序居多。哦，懂。所以我觉得就等于说比较有可能你学的东西然后把它真的实际演练出来的机会比较高啊。对，就是传递的是知识内容，那教小朋友的话就是你主要不是知识内容，而是教他怎么成为一个也要教一些人格部分的这样子养分。对，了解。 那我觉得教小朋友或是很吃体力的，就教完后，然后
然后国高中学生又开始有点叛逆的，所以我觉得对。到了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就是他们就是乖乖坐好，让你教，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环境很棒，我很喜欢。对，我很，然后你可以跟他有一些比较大人的对话，比较深度的对谈，比如说我教中高级中文的时候，我就可以问他们说。哎，你们对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美国人会怎么看这件事情？那他们也很喜欢表达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我还蛮那样子的，就是有，有 feedback 这样子。对，我很喜欢交流。那你像你在 University of Kentucky 也是待了快要2年了吗？快了一年半了。那你觉得你们学校是怎么样的一间学校啊？因为我们学校应该是整个肯塔基州最大的学校，就是，对。不，对，跟州立大学不一样，这间不是那个州立大，这间是 University of Kentucky，所以好像会跟另外一间 Kentucky State University 搞混。那我觉得我们学校就是资源真的很丰富，就是。软硬体设备，就是你要下载什么样的软体，都可以透过学校的 ID 账号下载。然后硬体也是图书馆啊，然后也是这近几年就疯狂新建各种电脑教室啊，有最近新建一个很像网咖的地方。网咖哦，对，但就是，就你可以啊，去。那是什么作用啊？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去，还是只有某一个系的可以大家都可以去，啊？哦。对，然后就是软硬体设备，资源丰富，然后校园也蛮大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个 student consult center 或是 career center 什么的，就是或者是针对国际学生的协助 international center。他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很规划的很完善，然后都有真的提供出来，就看学生自己要不要去运用。对，我因为上次去也有去你们学校踩点，我就觉得你们学校真的算是大了，我觉得算大，可能因为有自己的，因为你们学校也有 football，然后所以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校园规模比较大，所以然后建筑我也觉得蛮漂亮的，就是有，而且你们有自己的医学院，就还不错，我觉得这一点还不错，就是有医疗相关的话，通常，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学校经费某方面可能也比较多的原因，因为有医院，然后自己有自己的，对，那像因为我知道你们学校在 Lexington，然后所以你在 Lexington 住了一年多快2年，那你有比较喜欢说 Lexington 是什么东西吗？或者是也许你有机会在当地可能去 Kentucky 的其他地方，比如说 Louisville 还是去哪里玩？你有觉得你比较喜欢 Lexington 的什么吗？或 Kentucky 的什么？我觉得我很喜欢 Lexington，因为它就是一个小，但是应有尽有的城市。对，就是虽然说它也就有时候我们也会开玩笑说，哦，Lexington 就什么都没有，好无聊。就是要说有很多有休闲娱乐的地方可以去，但是也有各国的餐厅，就异国料理的餐厅，就是有很多 Chinese 啊、Vietnamese、Korean、Japanese、Indian 什么的，就是异国料理也都有。所以在这边有时候也可以去吃好吃的亚洲餐厅，然后大小商城、超市，就是都是在1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因为它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城市，所以就算是去一个 Costco。也差不多15分钟就到了，因为如果住在大一点的城市，你可能要开更远。对，交通确实是，我觉得是美国
比较，因为地大人稀，这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交通。所以如果像你去刚刚讲那些地方都蛮近的话，我就觉得还蛮方便的。对，那你会觉得说，哦，你继续讲。然后这边就是开车2个小时内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登山步道，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 Red River Gorge 的一个山区。然后也是2个小时内，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登山步道，还有很多的奇形怪状的石头啊，爬山地形什么等等。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城市周围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就那种国家公园这样子的地方。哦，对，我觉得我觉得那蛮好的，尤其是像现在疫情期间啊，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地方去，然后比较不会大家都塞在一起这样子。那你有觉得说，Lexington 这个地方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像台湾的哪里吗？有点像台湾的，或者是说跟还是不是说，或者是说，假如说比较啦，就是跟你念书的城市啊。那个比起来是怎么样？比如说你因为你说你是之前是念成大嘛，那假如说跟台南比的话，你觉得？跟台南比的话，我觉得很难比，因为首先我在这里是没车的，所以我出外就算只是去一个10分钟以内的超市，我还是需要朋友在，所以就我没车，然后我在台南是有摩托车的嘛，然后在台南就是在台湾不管哪里都有便利商店24小时，然后晚上出去也可以很多地方可以买宵夜，但是这边就是没有，所以我觉得很难比较，就是来这边之后就是生活丰富度一定会下降，因为因为真的当学生比较单纯，所以平常除了去学校就是去超市啊，然后偶尔周末出去踏青啊，就不太有什么额外的休闲娱乐，也比较少对跟朋友出去聚餐，就没办法太常吃外面。对啊，我觉得美国确实是这样，所以听起来就是感觉 Lexington 的大众交通工具发达程度可能比，如果是比台南的话，你觉得有比较好吗？就是因为你刚刚说机车嘛，机车是自己移动，可是如果是大众交通工具呢？如果学生来然后要搭公车，你觉得方便吗？学生来要搭公车可以，就是这个城市是有公车的，然后用我们学校的学生证不用钱，不用搭公车。但是我搭过大概3-4次左右，就没有很安全，所以后来就比较少搭。了解。就是当你了解了一个城市，然后这边住了一阵子，当然你接下来你就要毕业嘛。然后那你知道说你们系上，就是你那个 program， 或者是说跟你相关的好都可以，就是你知道毕业的人都去哪边工作吗？或者是可能他们有继续去求学吗？我所知道就是我们上一届的学长姐大概有一半都是去读 PhD。 那有一些就进入职场，那就是去各种不同层级的学校教书，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的去向，就我并不知道他们是去大学还是高中。所以要念 PhD 的话，你们学校也有吗？还是他们需要去其他学校？他们需要去其他学校。OK。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会想要更好吧，就因为 University of Kentucky 在整个美国来讲，它的知名程度或是应该还是比不上很多，所以他们都有去别的学校。那我蛮好奇，就是你是念华语教学，可是华语教学如果你念到 PhD 的话，是有什么样的工作是一定要 PhD 才 qualify
才符合他的最低要求的吗？还是其实他们是有别的目的才念博士的？对，是有别的目的，就是因为如果华语教学的话，基本上如果你是纯教中文，就是你不会，你没有再教其他，比如说，中国历史啊，或是文化啊，或是文言文，你没有，你就是纯教中文的话，硕士就可以了。哦，OK，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可能还是念到硕士啊，然后就会去找工作这样子。对，除非他是想要，因为除非他是想要在大学当教授，他可能、哦、教授、嗯，他可能就会再选一个比较专精的领域，比如说现代中国文学，或者是古代中国历史之类的，就是然后那他就可以，他当教授之后，他授课内容就会是他 PhD。学的东西，那如果是我现在硕士毕业出去找工作，我就是当 lecturer， 嗯，讲师。那所以这样的话，以你自己来说的话，那你要待在美国吗？你之后毕业的话 ，OPT 我是一定要用的。就是随着 F1 签证的那个、嗯、那一年的工作机会，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到。然后我也希望 OPT 之后的未来，希望能够再待个三五年左右。就是如果顺利的话、嗯、幸运的话，会希望找到能够愿意之后赞助我申请工作签证的学校单位。嗯。对，因为我自己的，因为我就是希望要做对外华语教学这个工作嘛，所以我当然是希望能够在，我当然是想要在国外发展。对对对，我给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多旅行，然后去世界各地生活工作。嗯、所以我虽然不排斥去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可是因为我现在人就在美国了，所以希望多多找在这里的工作机会。嗯，对，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就是你有工作经验之后，然后之后可能要找其他国家，或者是下一份工作也是，就毕竟就是对啊，你在美国当地有实际的工作经验的话，我想应该蛮有帮助的。嗯嗯嗯，对，嗯。那好，那我们就来到今天聊天的结尾了。那我们结尾大家都会问这个问题，就第一季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我想可能不一定说给留学生什么建议好了，就是也许有时候那种是比较 general 的建议，可能大家都听过，那我可能会问说你觉得你给当初的自己有什么样的建议，你也可以提供说你给留学生的建议，但是我可能会比较想要知道你对当初的自己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他？我觉得我会想要早一点开始想要怎么让自己的履历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因为我是大概一个多月前、嗯、一两个月前开始准备投履历嘛。那对，那其实投履历很多时候你听那些在筛履历的人，他们都说你要想要怎么样让别人一看到你的履历就觉得哦，你跟别人不一样。那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做到，就是真的有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比方说我应该要多用闲暇时间去，比如说上一些线上课程啊，现在比如说 Coursera 或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些线上课程的证书什么的，我觉得可以早一点开始。所以你觉得反而是你想要着重的部分是你之前修过什么课，你想要让这些比较丰富，你觉得比较是当初的自己比较缺乏的？不是，应该是说我希望可以增加自己的跨领域能力，就是嗯，因为我在研究所读的是这个，那同时间我也可以在网络上去上一些比如说就别的领域的课程，比如说自学别的语言啊，或者是
或者是自己学一些理财呀、啊，或是经济金融相关的，就因为我觉得，或者是说，如何运用网络，或者是说开始做 YouTube，或者是写网络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就我觉得应该要早一点开始去多触角发展，因为现在我要求职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说，哦，那我现在就是，因为当然我也是很喜欢华语教学，但是我真的能够透过华语教学养活自己吗？就是我找华语教学工作真的能够养活自己吗？或者是甚至因为现在很多 language program 的 enrollment 下降，我也会担心我找不找得到。然后，就算我做华语教学，我能够做到几岁？那现在其实就是各种职业发展的很快，就是冒出很多以前没有的职业。那拍影片也可以是一个职业了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多多去，就是伸张自己的触角，去接触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或者是把我自己，比如说把我自己所知道的知识，然后用更简单的方式，透过 YouTube 或 Podcast 什么的，对，我觉得会让我看起来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哦，我就只能教中文，从我履历上。就是这样，对，了解，好。那其实今天这样也是算蛮好的出发点，就是你录一个 podcast，可能也许你之前你这是你第一次录 podcast 嘛，所以感觉也是可以让你自己就是想想看说，哎，你是不是有兴趣，可能可以也可以你可以自己，我知道有一些像 YouTube 上就很多啦，就是可能会教各式各样语言啊。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也许可能就是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做的事情，这样子就是不一定说正业啦。当然，你就是可以当做兴趣开始做，那可能就是会有意想不到的，就是可能跟未来的职涯有什么连接这样子。我还有一个想要给，就是想要来留学的人的建议，好哦。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承受孤单的能力，真的。而且要学习去享受它，因为我们在人在国外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多了很多，就以前我们可能比较，就算没有住家里，也常常跟家里。回家啊，或是跟家人联系啊，然后以前要跟朋友出去是很简单的，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在台湾的话。对。但是在这里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时间变得很多，所以会常感到孤单。但是就是一直感到孤单，然后一直处在负面情绪，当然也不是解决之道嘛。所以我们就要懂得怎么运用时间呐，然后或者是去挖掘，或者是就是练习自己的兴趣啊，就是学习怎么把平淡的生活过得还算，心灵是稳定的。对，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就是尤其像你刚刚讲到兴趣，我觉得兴趣确实是可以把，就是自己寂寞的时间填补，稍微填补，或者是说，对啊，就是有帮助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谚语给我们的分享。没问题。然后我们如果就是你有什么这个还想要听谚语什么分享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也许谚语可能会再来做一集，搞不好是讲讲他的那个奖学金之类的，那也可能不错。好，OK。那就这样啦，那我们这一集就这样子，拜拜。拜拜。